嗨。为什么总觉得你最近老是躲着我？没有吧，我得上班啊，很忙的。你还去那个破公司上班啊？陈佩玉这样对你，你有没有被他刺激到？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。你看到我不高兴啊？高兴怎么会不高兴呢？高兴是这个反应。事情真相大白了，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对不起。啊？对不起。我是没有忘记你那天喝醉酒跟我说的话哦。嗯，没有忘记，那怎么会忘记？我忘了你那天说了什么，我忘记了。你可以跟我再说一遍吗？童小友，我是认真的，我要你赶快离开那个破公司。我不喜欢看到你跟他在一起，所以赶快来身边跟我工作，听到没有？嗯。干嘛？哎，你是不是发烧了呀？发烧了得去医院看一看，我还是得去上班。早餐，我会叫大力把地址给你，你赶快过来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好，上班去了。你才发烧呢。